Hello， 大家好，こんばんは。こんばんは。这是昨天。嗨，大家晚安，晚安，晚上好。嗨。再等个几分钟。今日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对，今天市场的半 meeting 结束了。对，干嘛哇？晚上好。对，刚开始收完换成自己的衣服。谢谢大家。对，今天昨天就是台湾的第二年，然后日本的第一年，就是我看到很多各个地区的祝福的影片跟影片，不是也是影片啊，就祝福的话跟那些应援。是，对啊，真的没想到去年在这时候，第二年还是可以有这么特别的场合，可以跟大家见面。就虽然这次今年在日本，但是，我还是希望在各种地方办这种活动。对，因为我透过这次试穿的活动，感觉到蛮多的东西。对，就是。唱我的抒情歌，我觉得，还有感觉啊，这次，就是，就感觉就是每次每场每场都有不同的收获。勉強します。大丈夫ですよ、僕が日本語で話すので。表現はねえな。はいめ、はいめ。台風、好像我刚听说，我因为今天一直在室内，所以感觉不到外面的这台风，但是好像听说还 OK。 对，东京已经过了。对，下午三点、两点、三点的时候好像比较雨比较大，但是还行。とても良かった。いや、本当かな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そして、まあ、今回のイベントに来れなかった方、たくさんいるのかな。見たら嬉しいし、ぜひまた今回だけじゃないので、ぜひ次でもいいし、次の次でもいいし、皆さんが住んでる時に、住んでるとこに行った時でもいいし、ただそのライブ感っていうの、そういう感じを見ていただけたらなと思うので、お好きなタイミングでぜひやってください。じゃあ
者是谢谢有各种地方的祝福的话，嗯，全力をつかしてください。嗯，頑張ります。好久不见。では、ここはもう撤収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ので、ここら辺で。是因为场地的关系，所以今天就这样。对，然后真的非常感谢，在这个第二周年的时候，给你们的，是我忘记中文的吧？就是谢谢给我这么的热情。我希望真的有一年就是这种应援啊全部都可以去逛，对，然后就各种地方做一些活动呀，哎，这样听起来还不错，对吧妈？好啦，好像对要走的差不多，好啦，谢谢你们来てくださった方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ではまた次の機会に。じゃ谢谢大家。